狐狸猫望着镜中的自己，仔细观察那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回想着昨天才从生物课堂里学到的眼睛构造。在眼球的前方有负责聚光的水晶体，眼球后方则是负责将资讯传递到大脑的视网膜。狐狸猫仔细想了想，水晶体的形状是中间厚、周围薄，而且又可以把光聚焦，这样的性质不就是一个凸透镜吗？所以我们能清楚看见各种物体，是因为水晶体扮演了凸透镜的角色，将外界物体的成像精准地投影在视网膜上，再让视网膜将物体的资讯传递到大脑。慢慢想起学习凸透镜成像时，当物体在两倍焦距外的位置，成像会在凸透镜后的两倍焦距与一倍焦距之间，但是当物体的位置变近时，成像会往两倍焦距的方向移动。如果原本在远方的物体成像在视网膜上，当物体靠近眼球时，成像就会往视网膜的后方移动，不会被汇聚在视网膜的位置上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看到的影像就会变模糊了。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看清楚远方和近处的物体啊。那么眼睛到底是如何解决这个成像会在不同位置的问题呢？狐狸猫写下目前的问题以及眼睛可能的解决方法。一、光学成像的问题。远近不同的物体，其光线穿透水晶体时会被成像在不同距离的位置上，但只有汇聚在视网膜上的成像才能有清晰的影像。二、眼睛需要的结果，让不同远近的物体都能成像在视网膜的位置上。三、可能的解决方法，改变水晶体的焦距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究竟改变凸透镜的焦距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假设有一个长焦距和一个短焦距的凸透镜，物体在离这个两个凸透镜相同距离的位置，对于焦距短的凸透镜来说，物体的成像会在比较接近透镜的位置。如果将物体靠近短焦距的凸透镜，则会发现成像开始远离透镜。因此可以发现，借由不同焦距的凸透镜，可以让不同远近的物体成像汇聚在同样的位置上。其实眼睛正是透过利用连接水晶体的肌肉，让肌肉拉伸去改变水晶体的厚度，借此改变水晶体的焦距，因此我们才能看清楚不同远近的物体。麦麦听得津津有味，想更理解不同远近的物体，水晶体需要怎样不同的焦距？荧幕前的你，能不能和狐狸猫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因为物体变近时，成像会往视网膜后方移动，需要把水晶体的焦距变小，才能把成像往前拉。麦麦觉得好神奇，就算我们很快地移动物体的距离，水晶体的调整都能非常快速地跟上，所以我们才能无时无刻都看到清楚的世界。狐狸猫接着想，那么一些眼睛的疾病，像是近视和远视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麦麦试着应用刚刚对于水晶体焦距改变的知识来了解近视眼的问题。近视的人可以看清楚近处的物体，表示近物的成像会在视网膜上。但当物体的距离开始变远，如果水晶体的焦距不变的话，那么成像就会往视网膜前方移动。当成像不在视网膜上，我们就看不清楚物体了。近视眼的状况是远方物体会成像在视网膜的前方，而其中的成因可能是因为水晶体的焦距太短，或者是水晶体到视网膜的距离太长导致的。以此类推，无法看清楚近物的远视眼，则是因为水晶体到视网膜的距离太短，或者水晶体的焦距太长，导致近处物体成像在视网膜的后方。那么要如何解决近视眼的问题呢？近视眼是因为物体的光太快聚焦，导致成像在视网膜前方。如果能让光线先发散，就可以让光线聚焦的位置延后。而近视眼镜正是运用了这样的原理，让近视的人能重新看清楚远方的物体。近视眼镜由凹透镜组成，
凹透镜会让入射的光线往外发散，因此当这些更发散的光线进入水晶体后，就能让远方的物体成像位置清楚地投射在视网膜上了。亲爱的你，如果是远视眼的话，要佩戴哪一种镜片来改善呢？因为凸透镜会让光线向内汇聚，因此在水晶体前先让光线汇聚，能帮助光线进入眼睛后更快的聚焦投射在视网膜上。最后我们来做个小测验吧。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物体和眼睛的距离变近时，水晶体的焦距需要变短才能看清楚物体。近视眼的成像是在视网膜前方，远视眼的成像是在视网膜后方。近视眼镜是能让光线发散的凹透镜，远视眼镜是能让光线汇聚的凸透镜。最后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物体在凸透镜两倍焦距外的成像是倒立的实像，因此经过水晶体投射在视网膜上的物体成像其实是倒立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上下颠倒的呢？